别卖我，别卖我，不卖你我们是什么？你们骗钱。
脚雕前，一脚雕后，完全有手头重心。不要不要，你进去搞点铁去。别卖我啊！你不认识我，不认识你啊？还要你，不要把门弄坏。求求你了，报警吧！报警，报幺的幺，还报警？啊！废话最多就是你。要不是看你胆子大点，赶紧把你狗腿打断了。对呀、啊。我着急，怎么了？完了，再把那两个出来。对，那我们就还敢走？这娘的，躺着完了。这个死婆娘，那么瘦了吗？还是那么大劲？一个两个，不让人躺着。这个我的，分钱了，钱了。玩什么玩呢？两个人没买完，还想着分钱，肚子饿了我样子，呱呱叫了。饿了要不要不你就把两个拿过来，八个都打，赚了那么多钱，我们不好好大大搞一场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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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多钱过去干嘛？难道能看见打劫了什么吗？警察看见了，到时候警一线了怎么了？我们是谁呀、啊？怕什么？小心能死万年船，知道没有？行。来到那边放好，那边放就你应该可以，那边太远了，我懒得走。行，赶紧吃饭去，吃饭去，看见把柄没有？逃不掉了，走。不行，赶紧去追，不然等下报警就完蛋了。赶紧走，走。